在脖子上画个草莓，看看李大友是什么反应。李大友，快过来，来！咋的了？干啥呀？哎呀，你帮我吹一下眼睛，你帮我吹一下眼睛，眼睛进东西了。嗯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这就是小电影看多了。我没有。你这是不用了还不承认呢？我没看。哎，你这脖子这咋弄的？羡慕啊你。皮肤病啊？什么皮肤病？你咋整的？和女人呗。传染啊，你这个。你就羡慕去吧，我跟谁传染我也不传染你呀、啊。他闹心了。让你整上了，你真该死啊，变态！啥好的能让你整上啊？我看你整上了，比我死了都难受。没有，你就故意气我是吧？到底咋整的？来，咋回事？咋整的？骗你，逗你玩呢。口红整的，你看手上还有印呢。给我也整一个。行，我给你画一个来。亲一个。